那天是1938年的初秋，都城南京早已沦陷，花园考掘地，开封也丢了，日军开始围攻武汉，无数的难民顺着长江西下来到长沙，但长沙城根本装不下这么多人，粮食、棉花、医药样样吃紧，日渐短缺的物资使生活倍加艰辛，人们不得不纷纷逃去重庆或者桂林。紧张的局势让长沙街头开始了一场又一场的抗日游行，更掀起了战争婚姻的浪潮。适龄少女们在家人的主持下迅速嫁给外省人，离开长沙躲避战争。我的一生好像从这天开始，从此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。我生要民族独立自由，要民族独立自由，为抗战胜利，为抗战胜利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清除日寇，清除日寇，保卫国家，保卫国家，保卫城邦，保卫城邦。这不好生说的这叫的什么？来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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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死去！来人！快！同胞们，咱们该行事了，咱们团结起来，保证一个拳头，把日本人赶出咱们中国。咱们要用热情，捍卫咱们的民族独立自由。民族独立！民族独立！为抗战胜利！老板娘，给我来一份。妈，赶紧嫁人腿吧，这不鬼子来了。是啊，这兵荒马乱的，长沙城该走的人都走了，找不到官就不错了，赶紧找个人嫁吧。哥，咱那个闭嘴。哥，大哥，别把孩子们吓了。哎，你谁呀？你怎么进来了？你出什么呀？你干嘛你进来呀、啊？你谁呀、啊、你？你出去！哎，哎，走，走！你救救我呀！我要去补学费，救命！放开他！你放开他！就别把人杀人了！咋办？这不，救命啊！快点出来！来，让开！说吧，送什么呀？别的不给你松一松，我看你是难受是不是？啊？你到底让我说什么呀？你少给我说！早上干什么？嗯？你在襄阳去相亲，我就来上学了。上学好啊！啊？我没上过学。我你俩不双胞胎吗？啊，你不是有那个心什么儿？心什么？心灵相通。对呀、啊，你通啊，你通啊，你不知道吗？不够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干干干干干！丞相真不让我说。啊，没能啊！你的老乡还没能。哎，传兵能啊！哎，传兵能不啦？抓他！站住！
抓我！我不是逃兵，我真的不是逃兵啊！教官，别抓我！我不是逃兵。他在那儿，抓住他！救命啊！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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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赵凯，赵凯，赵凯！赵凯！赵凯！站住！追！别打！追！快点！站住！站住！那姐夫，你把我放了吗？姐夫，姐夫，姐夫，姐夫！在这等着我。来了，你这点掐的可真准呐！刚抓到一个逃兵，还没来得及审就过来了。说吧，找什么事？这么多年没见，没想到你小子还是这臭脾气啊！你看啊，你来长沙这么些天了，我这做舅舅的也没能尽地主之谊，所以今天呢，现在前线战况吃紧，要不是在辈分上我该叫你声舅舅，我怎么会来这种地方？算了，看在你父亲的面子上，我不跟你计较。你肯来呢，必然有求我之事，说吧。三百套棉服。哦，来来来，咱们赶紧入座吧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儿的招牌烤鸭那可是一绝啊，我还特意给你弄了纯菜黄鱼羹，让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。三百套棉服。哎呀，你别三百三百的，我耳朵又不聋，要不是你父亲给我打电话，我这出了福的亲戚我真不管你这闲事儿。现在城里人大都疏散出去了，有办法的姑娘也都拉着人嫁了，现在找个漂亮女学生家境又好容易吗？我们是保家卫国的军人，不是媒婆，这点闲心还不用你操。三百套棉服，只能多不能少。你拜错庙了，这事儿不归我管。那行，徐处长好自为之吧。哎，别走别走别走。哎，伙计，快上鸭子。哎，我们顾少爷饿了。好嘞。你们这些人吃香喝辣的，当兵的还穿着单衣裳，你让他们怎么打仗？清明，我清明。哎呀，清明啊，你别急着走嘛。看啊，这国难当头，我知道你很辛苦，我也确实想犒劳犒劳你，请你吃顿饭。那你到底是给还是不给呢？你以为我孙猴子？这三十套勉强还能凑凑。好啊，一言为定。一会儿我让我的副官去保安处找你吧。你不给我面子我也没办法，你父亲那儿你自个儿应付吧，我还懒得受着夹板气呢。走吧，我送你下去。别闹，别闹，好不了。大不好说，耽误时间赶紧走。哎呦，徐大哥，真是不好意思，今天这是火箭鬼一出门，我小姨子脚就崴了，这耽误了时间，来晚了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。
啊，来了就好，待会儿可要好好罚你啊！来，喝杯自罚三杯啊！快让你家的双胞胎见见客人吧。哎，想必这位就是顾长官吧？在下薛君山，长得还不错。哎呀，徐大哥，别在这儿聊啊，进去聊啊！来来来，进，我进。 上菜，上菜！哎，来来来，坐坐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哎，顾长官，别生气啊，实在是对不起，你来长沙人生地不熟的。这个，我小姨子，香香，是可以给你做向导，虽然小孩说话不太周到，还好，还好。 我对教育女人没有兴趣，马上就要开战了，让她好好待在家里修身养性吧，别出来瞎搅和了。失陪。这位先生，呀，他不是小孩，干嘛护着他呀？想说什么？国父说过，中国呢有400万人，一半是男人，一半是女人。以前我们女子的地位很低。 可是现在主张民权主义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女子和男子享有相同的地位。可这位先生，你刚一来就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别人之上，还有什么道理可言？闭嘴，休想！没事，让他说吧。你今天讲这样的话，还好是跟我。如果奉上别的长官的话，有你好看。是是是。别把自己说那么仁慈，行不行？还号称从国外留洋回来的呢。 我看呀，白长了一副好皮囊，里面呢全都是腥臭的旧思想。别说去国外留洋回来了，你就算去天宫普罗米修斯身边求教，也是全然没有用的。你不住还能死啊你！小兔崽子！你很有趣啊，可是你的教养有问题。教养？好呀，那我就跟你讨论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教养。 如今日本入侵了，多少人家破人亡？看看长沙城，多少从武汉过来的难民，再看看各大医院，多少伤兵奄奄一息。我们现在最基本的教养，就是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而你呢？你身强力壮的，不去前线抗日打鬼子，你跑到这儿，在这个数一数二的馆子里吃香的喝辣的，还想着儿女私情，谁更没有教养啊？就是。 哎，顾长官，哎，顾长官，薛君山，啊，假肢破事我要是再管，我就不姓徐。大哥，大哥，回头跟你说啊。姐夫，姐夫，姐夫，香香，快跑！香香，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，香香！ 你再闹，我毙了你！老实，干嘛？嘿，逼我结婚的，我不想结婚。我数三个数，你数半个数我也不看。小兔崽子，一、二、三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先下来！你给我滚一边去！下来，你给我，怎么给老子下来？让我下来！嘿。 非得逼着老子跟你急眼是不是？下来了，不下！我就跳了，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好好好好好好好！你跳你的，啊，没事。别过来！哎呦，香香啊，这也不够高啊，跳下去也摔不死。 摔断了胳膊，摔断了腿，那得多难看，多丑啊！那你真就嫁不出去，找不到婆家了，给谁谁都不要。我只能送你把二胡给你个破碗上街了。小弟啊，躲开，躲开，躲开！你哪接得住他呀？都散开，散开，散开，散开！这么好看，跳，跳下去没关系，摔折了胳膊腿，姐夫有钱，姐夫养你。 跳！不行了，你别冲动，闭嘴！跳！别干！
看不起我？哎，没。救救他！杀人了！小兔崽子！救命！杀人了！将军呢？哎，奶奶回来没有啊？没呢，还没见到人影。哎呀，没回来好，没回来啊，说明看上了，他们得多说会儿话。爸爸回来了，奶奶、妈，军长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在哪儿呢？快下来吧，回来了，小姨回来了。哎，下来，小姨，你先回去吧。我今天不好好收拾你，我不姓薛，我干啥？你再打他，我跟你拼命！你什么你？尤老子，你想管家里的事儿吗？当然。哦，家里有几升米？啊，家里有几身过冬的衣服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也就喝点酒，听听戏啊，其他的事儿你都不知道。哎呀，小兔崽子！天大的事，她也就是个细妹子，你非得打死她呀？奶奶，她又不是胡家的妹子，我就把她崩了。顾新明什么人物啊？顾清明是什么人物？中央大员的公子啊！小兔崽子说跟人翻脸就翻脸，我的面子往哪放？我怎么跟人交代？你们惯着他我不管，我不惯着他，我非得收拾小兔崽子不可！军山，军山，你要打还是打我？他还小不懂事儿，有什么话好好说，你干嘛到处打人呢？多劲爆了！多劲爆！快收东西！快收东西！将军，快点！将军呢？来，把这个拿着。哎呀，都快点吧！耳朵聋是不是？催什么催呀？这不是收拾着吗？什么破烂都拿，这破烂重要还是命重要啊？来了，这不是收拾着吗？妈，你再等一会儿，家那就得调户警去了。快点！哎，诺慈，你把罐子里的东西收好了。妈，快点！诺慈，你快点！来了！快！什么破烂都拿！快！哎呀！我还有东西没拿呢。什么？哎呀，多慈，你干什么呢？别拿了，什么呀？妈，那别拿了，赶紧走吧。哎，这个一定要拿的。这香香要嫁人，我要给她做几套像样的衣服才放心。好。爷爷在床前。爷爷走了。爷爷老了，走不动了。啊，他徐爷爷，警报拉得这么响，你怎么不出去躲一躲呀？警报他拉了十遍了。我跟你说，他就一次才把炸弹扔下来。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呀。我跟你说，我听说呀，那拉警报的人呢，他是个近视眼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天上如果来两只大雁，他愣告诉日本鬼子飞机来了。所以啊，您甭听他这个。来，这怎么还聊上了？赶紧走啊！妈，要不咱也回吧，说不定又是误报啊。回什么回？赶上一次就要命。哎呦，快回来了！快走！快！你这个混蛋，我手才怕是保不住了。哎呀，人跑出来就不错了。哎呀，熊熊还在前街铺子呢。
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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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！那小六怎么办？进来了，那天哪！咱们家的房子，咱们家房子怎么了？秀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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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秀秀。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彩虹都着火了，纸样子都烧了。我想把王奶奶那件寿衣抢出来，可是火太大，我以为我要死了。是是是，傻孩子，东西烧就烧了，人要紧呢。只要你人没事就好。你说你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跟你哥怎么交代呀？你们这些没有人性的，畜生不如！飞机早就飞走了，有骂人的功夫，还不如赶紧帮着家里头收拾收拾。来来来，大家看看屋里有什么东西好收拾的。要不你们去我那住吧。嗯，这合适吗？君山会同意吗？其实君山一直有这样的想法，那边屋子大宽敞，他还总说一家人住在一起好歹有个照应，真有他在绝对不会让我们胡家吃亏的。啊，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。这院子挺大的，还是砖房呢。程宁，程宁，你又怎么了？妈，又不是不知道，他这房子是怎么来的？他薛君山就是干一辈子保安处行动队队长，也整不下这么好一院楼房啊！你少说两句，你还嫌不乱呢？你。住在这来历不明的房子里，我何以为人师啊？我还有何颜面去教导我的学生吗？哎呀，那你现在不住这儿，你还能住哪儿啊？在长沙，我有那么多的故交老友，腾出两间房子，应该不是什么难事。爸，现在兵荒马乱的，家家关门闭户，躲都来不及，谁还敢收留外人？我那些朋友都是忠义之辈，不会看着我们全家露宿街头的。万一真如你说的，那也不怕，我到大街上自己搭窝棚住。哎呀，你这一辈子死要面子活受罪。不是面子，
是亲爹。小马，你跟爸爸走吧。爸，姐夫这儿多好啊，地方大，床又软。姐姐说你屋里还有个留声机呢。没出息，烂衣扶不上墙。小香，你跟我走。那个蛮子刚刚打过你，你还敢在他这儿住吗？你呢？跟不跟我走？妈，难道你也是只享得福，受不得苦？哎哎，大爷，你这干什么呀？这这么好的房子你不住，你非要住到大街上去？他这就是金窝银榻，我岂能安睡？儿子。喜欢这房子吗？喜欢。哎，将军啊，这房子不错，外墙高三丈，两层青砖垒的墙，六半尺厚，火烧不透，枪打不穿，除非是炮弹来了，除非从咱们天井把炮弹落下来，不然咱们都是安全。长沙城到哪儿找这么坚固的房子？好房子也有，非亲非故，谁会借给你躲炸弹呢？看你这小脸儿脏的。有老子，你要出去住啊？行，这天也不是太热，挺凉快的，就是晚上宵禁的时候会比较麻烦。巡逻队天一黑，只要在街上闲逛的人都会抓起来，一关就是半个月。你去吧，巡逻队全是我的兄弟，我让他们照顾你。去吧。哎，陈琳，爸，陈琳，金善，你干嘛呢？有老子，我求你留下来行不行？有你这么求的吗？爸。哎呦，老表来了。哎国风，明翰，哥，表哥，明翰，轰炸没伤着吧？没事，我们医院的防空洞非常结实，我就是来看看大家是不是都安全。奶奶，你还好吧？啊，好，都挺好的。大妹，表哥，来、啊，进来吧，进来吧，来来来来来，进屋，有老子，请。小马，快快快快，往里走，拿东西。奶奶，你住在这屋啊？啊，我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小何，爸，一会儿啊，换身干净衣服，马上吃饭了。没死这个人，
我和你姑妈也没有答应你们这桩亲事。这是我儿子最爱吃的汽水肉，来来来，吃一口。要不要妈妈喂啊？啊？我爸爸喂。嗯，好。哎，坐吧。来来来，妈妈来。奶奶，我这次来主要是想把秀秀带走。要把秀秀推走啊？哎呀，明翰，都是我不好，要不是我，秀秀她不会那样。姑妈，这不怪你，这都怪日本鬼子。姑妈，你别多想了。我主要是觉得秀秀在你们这儿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不麻烦。现在那个茶园巷也被炸了，你们都不得不搬到这儿来，所以秀秀也不方便再留下了。我说明翰呐，你这说什么话呢？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？他小时候我都不嫌麻烦，这长大了我反而嫌麻烦了。就是。不是啊，奶奶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医院有很多同事都上前线了，空出了很多房间，秀秀到我那儿正好有地方住。刘医生啊，你们医院的医生都上前线了，你让秀秀搬回去，医生回来了你再让秀秀搬回来。这大姑娘了，你让人搬来搬去啊。哎，刘大夫，你一月挣多少钱？就你别说，你养活你妹妹，你自己都养活不了。真是的，在这儿好歹她一个人一个房间，很大的房间，很大的床，住四个人都没问题，对吧？美国来的这个床帐，法国的肥皂，都是洋货，缺什么呀？人是要有精神的，再好的东西皆如过眼烟云，看似美好，眨眼间就烟消云散了。嗯，别喂了，儿子过来，来，爸爸问你话。汽水肉好吃不好吃？好吃。那给你吃豆腐好不好？不，我也吃了。哎呦，你看，儿子都知道肉好吃，过眼烟云呢，那是。这一桌子要是没有那过眼烟云，你看他成不成席？好像不行吧？啊？你就知道吃，小马是不是啊？金山，金山，别啰里吧嗦的了。秀秀啊，这事还是你自己拿主意吧。我不知道啊。秀秀，要我看，你还是暂时留下吧。哥，我不是。我知道。留下好，留下好，这不就完了吗？走，爸爸带你出去玩去。哦，刘医生，慢慢吃啊。走。哎呦，留下好，留下好，快吃，吃饭啊。爸，你就别生气了，这君山又不是有意的。是爸爸没本事，哪敢生他的气。可惜明翰难得来一次，连饭都没吃好就走了。我还有好多话要跟他说呢。你也是的，也不知道说句话把他留住。明翰总要给你这个姑妈面子吧。出了那么档子事儿，我这个做姑妈的还有什么面子？早点把你和明翰的婚事办了就好了。悔之晚矣。读书读书读书有什么用？
现在是秀才遇见兵，有理说不清。爸，你别说了。明翰，明翰，嫁给我，我就把她放了。你自己看看去吧，小心着点儿。去吧。刚才你在爸的房间，他给你找麻烦了？没有，我把钥匙给妈妈了。我代爸谢谢你了。干什么呀？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呀、啊？你来了好热闹，我徐俊山养得起。好吧，明天想吃什么？这么多年你天天问，不嫌烦呐？我不是富裕人家的孩子，随便给什么我吃什么，你就把我当猪养，你做什么我都喜欢吃。奶奶来了，我做不了主了。你奶奶来不是更好吗？奶奶的手艺一流，谁都知道啊。你这话应该自己去跟奶奶说呀，怎么讨好老人家这一点啊，你比我强。放松。哎呀！哎呀，怎么了？吓我一跳！香香的事都抓紧了。哎呀，你这个妹妹，快把我折磨疯了！哎呀，可是香香这一次彻底把人家给得罪了。办法我有，但是她得配合呀。只要她配合，我保证她嫁给顾清明这个金龟婿。她还是这不行不愿，闹得鸡飞狗跳的，我把所有人情搭进去都没用。我也知道现在长沙这个情况，好多家庭都是这样嫁妹子的，家里做了主，嫁了人，然后逃到大后方。可是我一想到香香要嫁到那么远的地方，我是当姐姐的，还真有点舍不得。有什么舍不得的？嫁得远不怕，她只要嫁得好。你看顾青年这小子一表人才啊，他爸又是中央大员，我敢肯定这小子以后前途无量。咱们家香香要嫁给他了，保不齐什么时候能混一个什么军长太太回来，那以后有的好日子过。但是你得让他听话呀。那我再试试吧。
姐。姐，香香，哎，你换下来衣服呢，姐去帮你洗了。那儿呢？啊，今天啥事？姐，你坐下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又受他气了？你别搭理他，他就看不上表哥那种知识分子，他自己没文化，他嫉妒别人。香香，你姐夫心疼我还来不及，怎么会给我气受呢？姐，我知道你要面子。你就别替那个土匪强盗遮掩了，你放心吧，等我长大赚钱了，我把咱们全家接出去，不跟他住。我跟那小满笨蛋不一样，我年年考试得第一。哎呀，算了，我还是不跟你说，你还小，跟你说什么你都听不明白。我怎么小了？你们都让我出嫁了。好了，你也说到正题了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看没看上那个顾长官？